国际高品麻油节赞。天哪，不只是把我们在地的特色，我们的糕饼，我们的麻油，哦，我们有什么特色？我相信我们今天大概都透过今天了哈，这个非常棒的哈，我们这个料理大师了哈，来帮我们煮出最好吃的东西。那无论是麻油要怎么来使用哈，我想麻油加面线哈，等侬怎样哈，就够也嘛，就中够鲜甜哈，啊，够鲜甜的哈。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些料理啊，来给大家分享。那所以呢，9月28号、29号一定要记得啊，来我们北港朝天宫哈，啊来拜拜，有吗？尤其咱这届，咱乡亲与农务会有特别来补助吼，就是要做农产品的营销。北港的麻油甲糕饼非常有名吼，啊，所以讲啊，希望讲大家这礼拜来礼拜日，那有闲啊来咱北港做人客吼，啊，保证大家有吃啊，又可以买到便宜的好的农特产品，然后满载而归。我们2019北港国际糕饼麻油节，今年也是着重在一个。北港的一些特色的商品，还有我们北港在地一些文化，所以我们今年也是着重在导览土地方面，我们的所以这两天的导览我们是完全免费，全部都是义务的哦。那也我们也结合了北港一些特色的产品，你像哦，我们北港今年得了3家好中小企业处的那个好店，还有一个百大伴手礼，还有一个北港最传统百年的那个做。港都的哈，也一起结合哈，我们希望把北港的一些人文历史以及古迹全部结合在一起哈，包括今年也多了一个盼卡车哦，也就是我们一个想为市集，最重要是把我们地方全部在这两天把它带动起来。国际糕饼麻油节赞！9月28日、29日。欢迎大家来北港朝天宫庙前拜妈祖、吃大饼、买麻油，欢迎大家来哦。